到我哋当中啊，容许我咧吓逐一介绍下佢哋先。我哋有乐如室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，亦都系香港中国国术龙狮总会嘅会长林建明博士，多谢晒林博士对活动一路以嚟嘅支持。好，请就座。我哋有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康乐事务经理体育资助黄伟昌先生，多谢晒黄生。香港中国国术龙狮总会嘅主席庄佩伟先生，多谢晒庄主席。为咗预祝咧，嚟紧啊下一月份咧举行嘅赛事顺利同埋成功啦！依家呢个时候咧，会有个简单而隆重嘅授旗仪式嘅吓。我哋有请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高级康乐事务经理、体育资助黄伟昌先生，同埋林建明博士咧，为我哋主持呢一个授旗仪式噶，麻烦你。亦都有请啊，庄佩伟主席咧，同埋龙启明副会长陪同噶。咁麻烦四位系啦，准备将旗帜咧就系授予我哋香港总理队，有陈荣光先生接受噶。好，带领住咧吓各支嘅队伍进入红馆，亦都带领住我哋香港嘅队伍咧，希望可以为我哋香港争光，拎到呢一个吓赛事嘅名次吓。好。麻烦晒大家 hold 住，系啦，影翻张靓相先啊！正式咧就进行咗呢个授旗仪式啦。世界赛啦，2016年1月9日和10日咧喺红磡龙星举办啊，除咗咧进入呢一个2016年嘅第12届世界赛之外啦，咁今日咧都会嚟到呢度咧，我哋中国当中为大家表演嘅喎。亦都係香港中國嘅龍獅總會嘅會長林建明博士啦，同埋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高級康樂事務經理體育資助黃偉昌先生啦，麗金龍點睛噶。
團啦嚇。咁啊，其實咧佢喺2015年咧全港東方嘅光榮錦標賽嘅冠軍隊嚟噶。都是今天世界在香港區夜光龍隊的其中一隊代表來的，我相信到時一月份他們紅館這個世界賽出現的時候，哇，一定會獅子運身解數為我們香港爭光的，亦都因為當日表演的時候會以夜光龍演出的，在黑暗之中見到夜光龍舞動實在是很精彩的，所以大家記住去到紅館看這個世界賽事了。好了，接下來見到我們一早set好了這個高莊在這裡，大家就會知道有高莊師的表演了。為了讓大家先到來看，我們今天很榮幸可以請到今屆世界錦標賽的香港區醒獅隊代表，他們都是2015年全港東方龍獅藝錦標賽的冠軍隊來的，是不是給多些掌聲先？好了，這個時候事不宜遲，我見到很多現場的朋友在等著看，有請陸潤福堂香港國術龍獅總會紅團李潤福師弟，他們已經到四點進入了
同團理任的獅斗啊，真係好精彩，亦都將呢個國泰民安、心想事成啦，送曬俾我哋啦，香港每一位嘅市民，好冇啊？咁啊，大家咧頭先睇到都係咪個心搏搏搏到咁跳，有啲高難度動作嚇？我話俾大家聽啊，當你去到紅館啦，呢一個世界香港嘅光榮醒獅錦標賽嘅當中啦，你嘅心啊，成晚都會搏搏搏搏咁樣跳，因為見到好多啲高難度嘅動作會登場。大家都可以去到紅館那裡，看到這個世界賽。